他进来抢，他进来抢我们店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阻止他，然后我们把他压制在这边，因为他攻击我，然后后面又要攻击。来来，让我们了，来交给你们了。我先放开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放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啦？你能不能好好讲话？本所于10月11日21时许接获报案，辖内敦化南路一段一带饮料店内有闹事案件。经了解，现场为陈姓男子试图窃取饮料店内公仔，被发现制止，后续遭该店员工压制。警方查处过程中发现陈贤精神不济，陈贤向现场员警坦诚有试用毒品警示，并带同警方至住处查扣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、大麻烟斗及毒品果汁包等证物。全案依涉嫌窃盗未遂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。